张一如设计师所属的是经济部合格登记的设计团队，同时个人领有合格的室内设计师证照，以合乎居住者的生活特质的区域动线安排，透过客制化将家打造成为量身定制的心灵居所。带给各位这个房子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老屋翻新案例。很多人都说他喜欢买新房子，不要老房子。可是如果我相信你看完今天这一集的介绍之后，你会对老房子觉得它有，就像我前常说的，它会有非常多的希望，还有很多的憧憬。例如这个房子是之前你的朋友委托你来帮他看要不要买这个房子，对不对？是的，在因为我的朋友在还没有购买这个房子之前的时候，他来现场看过。那其实现场当初他是被五间套房说就是隔开来，五间套房，对，这里可以隔五间哦。是的，那每一间多大？扣掉公共空间，每个房间大概五六平左右吧。OK， 对，非常的小。那现场的隔间的话，隔成了五间，它整个光线面啊完全被打断。它有三面大面的一个采光，对，跟一般的老旧公寓相比的话，其实这个在设计上的条件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其实在空间的运用上是非常灵活的，客厅空间与餐厅空间它可以做一个加成空间的一个设计，将空间做一个放大。 OK， 所以在这个新的格局当中，你就摒弃太多所谓的隔间，让房子再切块切块切块了。是的。 OK， 那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可能会对你朋友不好意思哦，还是可以讲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好，我电梯出来的时候左边右边选了一下，结果我就走，我都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像新装完好房子的感觉的一个门面啊。然后我就再转了一个弯，我以为他要带我到楼梯间了，但突然我眼睛一亮，发现真这个就是我今天要拍的房子，因为我发现你连他大门的这个门口的门面都重新帮他做设计了。没错，其实大门门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尤其是在像这种老旧公寓里面，它的门面其实是一个新旧起点的开始，它是一个过渡空间。那一开始我选择了一个跟室内空间比较搭配的一个门扇去做一个大门的一个选择，再透过一些金属的一个材质去做一个大门的延续，视觉延续。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一转头的时候看到我这个门面，可以发现这扇门是非常有气势的，比较大。 OK， 就是要跟外面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了。是。好，那我想问你啊，因为今天这个房子真的，如果我是你的好朋友，我之前也不会想买，可是你做完之后我应该很想买，因为它整个采光变得非常的舒服啊，空间明亮。那这样子的一个采光配合你的风格跟材质，你一定会做一些取舍嘛，你会怎么去选择室内空间？不管是天地壁的空间，我运用了大量的线条，在线条的处理上，不管是木皮或是铁件，或是皮革，甚至一些镜面材，对，都是充满了线条的一个氛围。好，那如果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你家里正好是老屋准备要翻新，或者是你想买一个老房子重新做一个装潢之后你再搬进去住的话，我们就来看看易如今天怎么改造这个前后落差360度的房子。朋友真的蛮可爱的，他可能把他对一些房间数的需求都讲出来之后，至于风格他丢给你两样东西，是的，就你从这两样东西去定义今天这整个空间的风格。没错，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有丢给我两样东西，一个就是他的一张椅子，然后还有一个端景柜，那他这两样东西他只告诉我他全是整个都是可以更新，唯有这两个东西他一定要带到新房子这边过来，因为这两个家具它本身就是很有质感的东西，所以我选择了皮革的材质去做它的背墙的一个设计，那我利用镜会面的一个设计，让空间整个做满了一个层次的感觉。那因为这个有层次的感觉，也让这个画面变得比较丰富一点。所以你这一个选的皮革嘛，是本身它就有那种亮面跟暗面，可是已经是线条感了。没错，然后你又在做线条感的这个前后的层次，所以它看起来我觉得是蛮有效果的耶。没错。 OK， 那玄关的部分当然我们还是会稍微顾虑一下鞋柜或穿衣镜的功能，已经用整面的墙面跟柜体把它带过了嘛。是，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地坪好不好？好啊，地坪超有特色的耶，它是木纹砖吗？
不是，其实它这一块是意大利进口的皮纹砖。皮纹砖跟木纹砖差别在哪边？其实因为我们玄关这个地坪这样子铺设起来的话，你可能目前感受没有那么强，等到它铺了一大面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斑马出现了。哦，我懂了，这一块其实是斑马纹的一个皮纹砖。OK， 可是在用局部玄关的时候，我会看到它是那种比较偏木纹的质感，对不对？没错，它这块皮纹砖的话，它本身是双色的一个处理，那我采用人字贴的一个贴法，因为我希望营造的是整个地坪的画面是非常丰富的。这个地坪就完全搭到屋主这张顶子上面那个马毛的这个垫子的质感嘛。是。现在从这个角度呢看电视主墙跟玄关之间这整个这个木化石的连续面是最清楚然后最棒的一个角度了。那这样子其实材质相同有让空间放大的效果。是、是的，一开始在处理电视主墙的时候，我就希望它营造的是一个玄关的视觉延伸，对，它同时也是一个动线的一个延伸，所以选择同样是木化石的一个材质，我去做一个快体的分割设计。所以我看到它的这个主墙面的这个主视觉跟你的台面，事实上你真的是同一块材质，然后是延续到它台面的部分去。是的，因为我希望营造客厅，其实它既然是主墙，因为它一路从玄关延伸到电视墙，所以它的那个量体本身其实厚重感是还蛮重的。对，我希望它能够再轻量化一点，然后让我们的视觉的停留是在非常有质感的木化石上面。哦 ，OK。地坪的部分的话，我选择用木纹砖的方式去做一个地坪的一个铺陈，那我整个空间其实是分成动态空间跟静态空间。在客餐厅的空间，它是归属于静态空间，就坐下来的时间比走动的时间多。没错，我希望能够营造的是一个重心，其实一个家庭的一个核心存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用一个重色的地坪去做一个层次的一个分类。那这是你的静态区咯，那你的动态区会是什么样的界定方式？动态区其实你可以发现，从玄关一路到卧室的部分，其实它是空间的一个主动线。那我选择用浅色的一个地砖去铺成它，我希望同时也是能够将动静空间做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分。所以这个房子就是摒弃了之前它隔成五个套房都用隔间去区隔空间，其实我们空间都打开了，可是会在材质上的颜色去做一些跳脱，然后让你的空间的场域是界定很清楚的。是的，这就是一开始跟你说的加成空间，透过了不同的材质，然后以及铺面还有天花板的一个设计去做一个空间感的一个区分。 OK， 好，接下来老房子的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它的梁跟柱的问题。如果我不说，你大概不太晓得这边的梁跟柱到底有多大跟多粗。其实在整个客餐厅的空间，你可以发现到天花板的部分有一根横梁经过。这一根吗？哦，这一根是阳台的横梁。对，那至于就这两个空间的中间又有一根横梁经过，那如何去解决这两个大梁，其实就是淡化它，不要让它变得那么明显，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格栅的一个天花板设计。我想啊，这个天花板用非常多格栅的概念去让你傻傻分不清楚谁才是真的梁的时候，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我觉得你的冷气出风口也很好可爱哟，好迷你版的冷气出风口，然后很多个。因为冷气出风口它本身一定是势必在空间中一定是存在的，那我也在天花板的话透过了格栅的一个分割，我必须将冷气出风口做一个视觉的一个切割，所以我利用了定制的一个出风口来淡化它。所以你那个出风口本来都这么长一支，你是定制成小小的小小的小小的，然后把它接起来的。没错。好，难怪我这样看好有意思哦。除了天花板的那个出风口之外，其实你可以发现到灯光的设计，其实也跟一般不太一样。你可以发现我利用了蛮多就是下拉式的一个灯光，跟一般的砍灯是不一样的，因为我透过了格栅的一个设计，光线其实它是隐藏在上面的，那光线它是下不来的，所以必须要选择一些下拉式的一个灯光设计，比如说像轨道灯之类的，或者是吊灯主灯的一个设计，那整个空间的光线其实又有另外一种气氛存在。今天这个空间啊，一如的
想法是就是让公共空间可以尽量开放，至少让它的采光面的光都可以进来嘛。是，所以进来这个房子的时候，我觉得从玄关转进来，你身后的这个墙面会是我眼睛会停在这个地方细细观赏的一个地方。一开始的设计的话，其实我蛮着重这边的设计，因为它入口进来的话，它第一眼视觉焦点它是这一道的主墙，所以端景第一个，接下来你转过来一定会看到这个墙面的设计了。没错，那背墙的部分的话，我是用实木块去做一个背墙的一个拼贴，我透过人字贴的一个做法，让这个主墙它的底图变为更为丰富。这样，其实我觉得这样做法会让空间有放大的效果，对不对？没错。那再透过灯光的一个设计，灯光我柜体跟墙面故意做一个脱开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手法，让灯光从上至下，那我希望营造这个画面，它打的是这个画面墙面，对这个墙面的一个设计，所以我的设计是从背后去做一个灯光计划。所以我这样子看过来，你的柜体跟墙面感觉中间是三个层次的一个效果了。 OK， 那当然这个房子我们要说今天这个老房子买的好的原因，值得买的原因在于你看哦，它的楼层高在十楼，所以它看出去的 view 其实可以看得很远耶。就是因为它的 view 可以看得很远，所以我不希望就是浪费了这样的一个窗景。我在窗台这边设计了一个吧台的设计，让它能够做一个休息的一个停留空间，所以它晚上的夜景其实眺望出去是蛮美的哦。没错。好 ，OK。那么今天这个空间里面啊，线条的概念，我们刚刚从玄关就看到你在沿用了嘛，然后到天花板的部分有一些格栅线条的概念。事实上，各位现在看到我身后的这个面，这个墙面，它也是线条概念的一个延伸设计哦。没错，其实这道墙面的话，它是一路从玄关材质做一个视觉的一个延伸。转个弯还是同一个材质？同一个材质，我选择的是以皮革去做一个崩皮的一个设计，然后一样搭配一个进退面的一个概念去呈现它。这道墙壁它隐藏了两扇门片，一个是通往厨房的门片，以及通往小孩房的一个门片。OK， 但是这样看起来像是一个完整壁面的设计哦。它透过了线条的一个材质选配，我希望在这个空间能够制造它的宽度再延伸一点，它的镜面材质它可以反射光线，让整个餐厅的氛围再拉大一点。我喜欢今天主卧室进来那个双开门的气势，它会让这个空间看起来相对的是更放大的效果。是因为其实一个房子的主卧室它是家里的一个重点，对，那主卧的房门能够尽量做大的话，其实对于主人家不管是风水学的话，其实都是比较好的。那我想要营造这个气势感，所以我做了一个双开门的一个方式。 OK， 而且你这样子双开门推进来，你的主卧床头其实跟它是同一边哦。主卧床头这一面的话，它我选择了以马鞍皮革去做一个块体的分割。那其实你可以发现马鞍皮革跟大门其实是有点呼应的，因为我大门我的双开门片的话是以皮革的方式，深色皮革的方式去做一个贴附，材质有个两个交替嘛。是，那它其实是有元素一个延伸转进来。OK， 那所以它这边也很妙啊，就是它这个主卧，它一边会是它的这个主卧的边柜，另外一边应该是男主人的书桌。沿着旁边过来，我们会看到他有一个卧榻。但是这个房间啊，你会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是，我会非常惊讶，说它木皮的颜色，这两个颜色其实都蛮好看的耶。其实这两个当初会在选择木皮的时候，是想说能够与外面做一个区分。外面其实走的是比较休闲、比较会馆风的感觉，那室内的话我们希望营造的是比较温馨的感觉。那我的屋主其实是还蛮年轻的，希望他能够带一点比较现代一点的风格，所以可以发现我是利用了一些就是铁件跟浅色木皮下去做一个搭配。那个原色是这个木皮原来的色系？是，它是原生木皮。选这个颜色其实你可以发现其实天花板有一根大梁，我希望营造出氛围更为休闲，男主人在这个空间能够感到这是属于他个人的一个私人空间。OK， 好，所以这浅色木皮是这样的做法嘛？那接下来这一块我喜欢的原因是，分享给大家，我比较少看到这个木皮，如果两个颜色是稍微有一点点
藕或藕紫色系淡淡的这个感觉。其实这个木皮很特别，是我做了双色的一个处理。嗯，它木皮的话本身它做了一个洗白，然后再做一个就是染色的一个处理。嗯，那它呈现出来就是变得比较活泼的一个木皮。嗯，这块双色木皮的话，它从电视主墙开始做一个延伸，延伸到就是主卧室的一个更衣室的入口门片。那这样的一个氛围设计的话，其实能够让整个空间更为完整。我有发现你到了更衣室部分又换回那个比较原木色的木皮，而且是整间都用同一个色系。因为更衣室其实它是在一个廊道的空间，我希望它的空间是有呼应的，所以我的木皮是比较原木色的，然后中间跳这个刷漆的比较现代一点现代感，然后带点紫色系的，然后到那边的话又再跳回原来比较原木皮颜色的材质。是的，那整个空间的氛围它是非常融合的，从主卧室到更衣室再到卫浴空间，其实这个整个动线是非常顺畅的。嗯，而卫浴空间的话，我的配置它比较大，嗯，所以我把它做一个干湿分离的一个设计，有马桶、双脸盆，然后以及按摩浴缸的一个设计。哇，这浴缸好大，它的尺寸大概是？它这个浴缸的尺寸是180×180，所以在我们施工过程，在隔间墙还没有立好的时候，浴缸就已经先进来，必须要先固定的。哦，我了解了。所以我想要看完今天这个房子的整个设计之后，你还能够把它跟前面它以前是五间套房这样子分租的那个房子联想在一起吗？我觉得我不能。这个前后落差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把整个空间的调整到非常合理的一个住宅的一个比例，让每一个空间它是非常完整，而且是非常好使用的。当然跟之前是落差非常大的。我想这应该也是屋主哦，你的好朋友非常满意的地方。没错。今天的空间，还记得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过要给各位看到的是一个老屋翻新的精彩案例，果然不错吧。一如呢，在今天的空间当中利用了线条的分割，把天地壁的视觉效果呢整个放大，同时又延伸，让室内空间感比起之前的五间小套房，哇，那真的是天差地别。所以我说别再对老房子抱怀疑的态度，相信我，它可以给你的震撼肯定比新屋来得更大哦。